大壮，这就是你干的活呀，这头上的毛比你头发都多。天，你这个连我好的不干净，你好，你这人，昨天晚上咱俩可是说好的200块钱给我干一天活呢。水姐，甭跟他废话，后代工钱。老弟啊，你那200块钱是美金呀还是英镑呀？我今天早上起的比鸡都早，连早上的胡辣汤我都错过了。昨天晚上恁俩给我说杀鸭子，也没说40只呀。杀鸭子，好不？去恁咋？哪一样不是我干的呀？这活要好干了，谁来找你干呀？这毛要是拔不干净呀，一分钱都别想要。大壮，这200块钱活不是也能干好吗？菲菲，我跟你吵吧，不用你，你看我你干不干？盐炒香放大料，大料炒香放小料，把板鸭腌一下。撒上一层大料，再将板鸭还要进一步的烘烤和卤制，做出来肉质紧实，皮脆肉香，大家一定要往下看哦。鸭子烫皮，去除一下盐分。菲菲，今晚上摆摊我可不去啊。就没打算让你去，就你长那模样还不把顾客给吓跑啊。你长的样子可好看，到现在都没人要，别问我的厨艺啊。谁稀罕啊，瞎叫唤什么呀，快点，炉温200度烤45分钟。好你个大壮，把热水气走，又不跟我们去摆摊，到时候送你自己，别嫌无聊。那不怕，哥们儿，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有这个宝贝，我在跟全省的兄弟们一起战斗。有这么好的游戏也不早说，瑞瑞出来打游戏了。做个酱板鸭卤料，腌过板鸭的大料再炒一下，再来点辣椒，黄豆酱多来一点，再来一大勺豆瓣酱，水开，倒入炒好的卤料，来一碗酱油调色，鸡精味精白糖调味，熬上2个小时，把大料香味熬出来，出炉了。大壮，活还没干完呢，睡啥觉啊？阿胜，我从早上4点我干到下午4点，我睡一会儿咋了呀？行了，瑞瑞，让他睡一会儿吧。你某人要的是有道理的。第二炉出锅了，菲姐烤这么香，今天晚上一定大卖。一会儿再卤一下更香，放凉的板鸭卤一下，压上一盆水，关火放凉就可以了。菲姐，这颜色不错呀，你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来，这个我来，我专业。干活没有你，吃到跑得挺快的。行，老弟，来我来，拿住。哇，水白，这酱板鸭味真正。你真要卖5块钱一只，我包月了。你闭嘴吧你！这鸭子买了多少钱一只，你心里没数啊？买的多少钱关我啥事啊？行，一边吃去。站住啊，工钱还没结了呀？鸭子还没卖呢，要什么工钱？走了，小姐。大壮，今天谢谢你了啊。哥们儿，你看不起谁了？就接这一点，再接1000斤。行了，大壮，就这样够我们吃一阵子了。大壮，我今天做美食刺客，接着来吃啊。慢走啊，前面有坑。菲姐，啥是美食刺客呀？美食刺客呀，就是好吃的美食，等着吃吧。跟我还卖关子。牛心、牛肚、牛腱子、牛舌、牛骨、鸡架子，焯个水，白酒去腥。牛舌舌苔去一下，水开，鸡架子、牛骨头吊个高汤，牛心扎上皂角刺。哥们儿，啥是美食刺客呀？扎心呐！又没扎你的心，美食刺客，刺客怎么能扫得了刺？
把老卤烧开，卤牛肉。就这老卤，煮啥啥香。菲菲，你这是啥意思呀？啊！大壮，你能不能别一来我家就往缸里跳呀？天这么热，不往缸里跳，往哪跳啊？兄弟，要刮拿走。你啥态度嘛？来点盐，调个味儿。哎呀！咸猪啊！肉卤的差不多了，出锅。做一个美食刺客底汤，花椒、麻椒、炒香，来半块火锅底料，再来两瓢高汤。盐、味精、胡椒粉调味儿。肉片切的大一点，吃的过瘾。牛舌头、牛腱子加入底汤。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理县，人里很多的乡镇。哥们儿，这不是那活漂牛肉吗？还叫那啥啥尖客呀，他养起来不轻。这是我做的，我说的是啥他就是啥，就你事儿多。你想爱搭理吧你。哇，这个过瘾呐。菲菲，你左下角升级真快，我都领到发货了。好啊你，怎么比我姐领的还快？你们是不是没有领左下角的礼包码呀？还真是，这就给你聪明上了。哥们儿，这牛舌吃肉真的呢，比牛肚好吃多了。大壮，以后不要跟我称兄道弟，显得我跟女汉子一样，就是老是叫我兄弟。一个称呼而已，那俩何必认呢？真的，兄弟，吃吃吃。哥们儿，你坐，你多吃点，你吃吧。不吃了，我自己吃。二位，你跟我打台球，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菲姐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躺好了，怎么样？切。最后一个喽，阿美，服了吧？不服，再来一局，这回我先来。摆球，飞姐，你也不说让我赢一局。行了，还在生气啊？今天给你做脆皮五花肉吃，还差不多。烧一下猪皮，猪皮清洗干净，葱姜花椒，白酒去腥。哎。飞姐，你这是要干嘛呢？做个自制烤箱，给你烤五花肉吃。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天县。慢点啊！哎呀！大火把烤箱烧热，来给五花肉修个边。猪皮扎上小孔，五花肉改刀，抹上自制五香烤肉料，刷上一层白醋，撒上一层粗盐，送入烤箱，封上香门，出烤箱，去除盐巴，再刷一层白醋，再次送入烤箱，再来点木炭，猪皮烤着起泡就可以啦。哇，来个造型。飞姐，我都等不及了，我先尝一块。阿美，味道怎么样呀？一口爆油，外焦里嫩。这也太香了。我来尝尝这个。怎么样，阿美，明天接着打球？那我可得找个帮手了。行，那你最好找个厉害点的。等着瞧吧。好。